招待其他的客人。哦，大概是我走错了吧。哎，魏总。没想到在这儿还能见到你。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，碰到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我以为有了新的恋情以后，您就很少有机会独处了。刚刚看您一个人在这儿喝酒，我还以为是我眼花了呢。该不会魏总你还没有新的对象吧？没有。怎么可能啊？难道您和我一样？这话怎么说？身居酒店一别，到现在也有好几个月了。可是我始终无法走出来，每天晚上一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全是和你的点点滴滴。你相信吗？我到现在都无法接受已经分手的事实，总觉得你会回心转意。我知道是我自己傻，区区一个前任罢了，还奢望和你有继续。你真的觉得我们已经分手了吗？可以了吧，别再继续演戏了好吗？ Waiter， 给我一条毛巾，再给这位小姐一杯醒酒的水。我是真心的，我没有喝醉，干嘛要喝水？水不是让你喝的，擦擦脸吧。本来我一个人在这里喝酒挺无聊的，听听你说这些就当娱乐节目了。不过你越说越起劲儿，我怕你再这样说下去，就真的要陪你演一出重温旧梦的大戏了。我可没时间陪你在这儿演戏。站住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演什么戏了？还要我说得更清楚吗？好啊，那我就帮你回忆一下。一周前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就是这儿，旁边也是放着这杯 tequila， 看着我被你雇的人打。你凭什么说是我派的人啊？要问本人吗？后来在医院的时候留了那两个人的手机号码，需要我现在打给他们吗？好了，是我派人修理你的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就允许你甩人，我还不能出口气呢。哎，你这个事情，我只要放到网上艾特你就够了。你可是网红，流量可不是一般的高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？看在我好歹做过你前任的份上，虽然只是名义上的，你就……我不需要你的道歉，需要你道歉的是那天被你连累受伤的女孩，跟她道完歉，录音我会发给你。是，我可以不追究，以后你也不要来自找麻烦，我懒得理你。